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外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《怪物大冒险》。然后上一集呢，我们已经走出户外，那什么，我们房子哎，那是村民家啦。OK， 就是我们已经走出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要去寻找中介龙的生那个祭坛。对，我们要去中介打龙。我想得到龙蛋。对，有了龙蛋，我就可以摧毁全世界啦，攻击力超高的剑。呵呵，好了，其实有点作弊，但是不行。不会作弊，因为他是魔族。对，好，那我这边看到一个我想要的东东，想要拿到它。喂喂，好，嗯，希望有宝物，里面有绿色的鱼、木头鱼、太阳鱼，哎，也不错啊，就是大概是食物吧，把最多分量的拿走。嗯，好，走，那我们继续朝着往哪边走啊？哦，往这边。继续朝这边走，然后我想要做一个紧急房屋制造机，哎，其实也不用，算了。我一直想到底要不要走，但是我又想说，反正我就在冒险了嘛，应该没有必要吧，应该是不用吧。好了，不用，管他的，冲啊，冲啊！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哎，哎，它是一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哎，它喜欢吃牛肉吗？它好像是一只小龙，很小很小的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哦，有女朋友了，那我有玫瑰吗？没有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讨一个来欢心，我们来测试看看有没有办法，那个就是让它，哇，你长得还真是野蛮。他不喜欢我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嗯哼 ，touch 有了，这是你的装备吗？他穿上去了哎、欸！啊，他有，他穿上去了，嘿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嘿，这包括一个帽子，可是为什么是这种玻璃状的？有了，他穿上去了，哦，你看起来真透明。嘿，不要那么凶，然后我要让你的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正是他的东西。哎，那种急性弓，哎，急性弓恢复耐久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来，给你这个。哇塞，这就是他的全套装备的效果吗？啊！我要去打那只白龙。我们不要玩中，我们不要去打中介龙，那个废物，我们去打白龙。立马回心转意啊、我让他改变一下造型哈。嗯，造型。好，等一下我猜，应该是不用吧？算了。嗯，反正心中女友永远只有一个，他有时候走掉，他只是需要点时间回来。嗯，好深奥，这是在安慰自己而已啦。A 找中介之眼，我现在还有24个，他现在装备有了，应该是超强吧？我想，他装备好像就没耐久。Touch， 我、哦、会往那边 ，OK。走，你要破掉，有啊，掉进水里，真是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嗯，你要破掉，哇，真性感 ，Let's go， 走，哎、欸，地底洞窟，感觉不是很吸引我，嗯，走，我们的目的是要去找。中介龙的祭坛呐，好可爱啊！它是海狸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要杀掉它，我要变成它。嘿、欸、嘿、欸，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插曲。啊！天啊！我的大龅牙在那边晃啊！好啊！小腿腿，啊，好可爱啊！天啊！啊！天哪、啊！你有看到海狸拿电锯吗？我是一个。那个什么，那德州电锯杀人魔，我是海狸电锯杀人鬼。好了，不好笑，我自嗨。我不要变老鼠啦！哦，按错了啦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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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回来赶快回来。OK， 走吧。嗯。往哪个方向？那边有大蜜蜂哎、欸！哎，往后。哎、欸，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啊，哦，这附近好像有那个夜魔鬼，我看到。就是那个中介那种骑士，对，其实在中介也很多这个东西，就是那个怪，所以我只想告诉各位那个东西，但是我忘记了怎么讲。对，好像在附近，我刚丢了那个蜜回来了。对，我在那边好像快到了，破掉了，天哪！我需要9颗还是几颗？忘记了。我继续往前跳，应该在这附近有一个吧？哦，还在走吗？那边是回家的方向哎，我是从那个，哦，是彩虹蚂蚁，可能会崩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在这边吗？哎，在这里啊，可以跳下来。所以在这个水下面是不是？为什么可以在水下面？那个，
欸，我的火把，我根本没有带火把，真是。如果是直接往下挖的话，应该就会直接到它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传送阵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到了到了 ，OK。嗯，欧妈妈，你在那跨杯？欸，我连木头都没有，糟糕，蠢爆了，好暗哦。不对不对，我要找，我先上去好了，有光线有光线。哦，不是啊，我要去找那个啊，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木头，就是很多木头的地方，让我找一下，让我找一下。他们不是有图书馆吗？应该说这个这应该有图书馆，现在再往上走一层，真的好暗哦，我忘记带火把，蠢爆了，我不会自己发光了，我只会自己爆炸。走走走走走，哦，那旋转楼梯是我很久以前玩麦克超爱盖的东西，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骂我，因为他们觉得旋转楼梯危险，走起来超烦的。啊，美好回忆。哎，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到，我是勉强还可以啊，不过我不喜欢，我不想让各位看这么吃力，所以，哦，哎，奇怪，图书馆，我刚刚上去手是死路哎，哦，有枪子，你有火把吗？没有。灌木，灌木可以分解成什么东西？哎，水晶就不用了。哎，这边难道没有木头吗？好可惜哦，还是我要直接过去，也好像也没有关系哈、哦。骗人的。哎。不然哪个方向？哦，是这边吗？那我刚才找，哎，这有一个哦，面包，谁给我面包啊？这边好像下面走过了吧？不是都有那个吗？那个图书馆啊，有那个图书馆，我就可以拿来，就是挖他们的木头啊，奇怪，好吧，好可惜啊、哦！天哪，太蠢了，没有带东西，走吧。还好有些地方还是发亮的，对吧？紫水晶，我现在给你有穿装备，应该还蛮猛。就在这一层，什么声音？好像堵油。哎，这里看起来运气低耶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你会自己恢复吗？好像会。好，嘿，对面吗？我再仔细找一个。Oh my god！找到这里、啊、就对，嗯，哎，我想说，好像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没有，没关系嘛，反正我们去打 dragon 嘛，对不对？嗯 ，OK， 走吧。这是我第几次自己打中界了？然后第二次哦，第一次是在那个虚无世界，那现在已经是，哦，谁不行，谁很重要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去取龙蛋喽 ，Are you ready, girlfriend? Let's go！ 哦，来了，然后这边哦，对，没错，有看到那个吗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哦，不要推我，你这变态！啊！跌太快了，弄到自己。那个来又来，那个龙又来，那个龙又来。好，没有波及到我。我现在整个心情就是我要先扑到陆地，而且我女友没来，糟了！我怕我等一下就是她可能没有办法传送到我这边来怎么办？因为我毕竟在中介嘛。好了，赶快下去！啾呼！就是这个啊！梦魇是梦魇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梦魇很烦，梦魇的 ，Oh my god， 好大，还好他们被关在里面，哦，哦，哦不要弄我，这真是变态到极点，哦，走开啦，嘿，哦，一起爆炸，怎么办？好想要，谁要打我？你吗？不是你妈妈了，哦，是你哦，啊，我会飞。啊哦，好痛！不行！哎，我被……我怎么会有？这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声音？啊，掉到这里干嘛？天哪！走开！我觉得我有点后悔，因为不该来这里的感觉，有一种……走开！他在这里干嘛啦？走开！因为中介龙变得更难打，原因就是因为多了一些无畏鬼。为什么扛不到他本体？好，不管了，我们先跑。我们要怎么跑啊？天哪！哦，老人呀，阿拉米吉娃娃，哎呀，你妈啊！哼，哦，这是什么？What the hell? What is going on? 那该不会是经验数吧？好啦，我就死掉了。看样子要打龙还真是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，对不对？大虫虫，走开！你走开！去！走开！这，你是？我家到底是变怎样了？请不要随便种经验树种子，就会变这样子啊！在哪里啊？在下面，没有射到。哦，天哪、啊！可怕的怪物！走开！毛虫生命这么高哦！哦，他开始想，还有他会吐丝哎，可是我不受吐丝影响。它这样自动回血，
今天已经遇到超多怪物的，如果你愿意听我诉苦的话，我很感激你。我今天去那个中介啊，结果就遇到超多，还有很多金的那个大魔王，我就还蛮后悔去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，一种打输了回家找妈妈那种 feel， 没有了。没想到我穿这样的装备攻击还是防御力还是不够。嗯，怎么了？哦，不要用你那个大尾巴扫我好不好？真的很恶心哎、欸！我射不出去了，糟糕！还是用这个直接砍。嘿，这个攻击的、啊，走开！我想我应该是可以对付你的才对啊！而且你一直在破坏我的树，我的树 ，my tree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走开！我的树掉了一地。走开啦！这是什么？掉了一些很酷的装备，然后是可以变成大虫虫了。这个是毛虫爪，哦，是做巨剑手柄的道具，好东西，才不跟人家分享嘞。墨影之矢好像可以拿来合成包包哦，可以。看样子我们的实力还是不够强，还是没有办法去征服中介龙，真是的。至少门开好了嘛，记得下一次要去的时候要记得存点。那这一集有点可惜耶，我是觉得这一集好可惜哦，天哪，哦，好难打哦。然后我家现在要出现这棵蠢树 ，Oh my god， 真是的。后悔去打龙了啦，至少我们有很多木头了，好不好？至少，哇，这蚂蚁是涌出来是怎么回事啊？然后我可以变成大虫虫了。如何让一部影片观看的那个次数超低？我跟你讲，影片里面只要恶心的东西就会难看。那我们就来毁掉这个作品吧。我要变大虫虫啦！对，哟，好大哦，好恶心哦！卖脑好啦好啦恶心的东西总是看起来超反感，不要理他。好啦，我们打龙失败了。可是电锯可以直接把整棵树砍下来，真的、如果可以屁咧，断一半 got pen。哦，更丑了！天啊，丑爆了，真是丑爆！什么东西啊？好了，我们把地上的木头、那个叶子啊，木头剪一剪，不要浪费。至少给我们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女朋友的装备，应该是不用担心的太多了。不要的东西就丢掉，我不要的东西蛮多的，精力、粉色灌木不要好了。好，把东西吸一吸吧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要想我到底要挑战谁，因为我的装备还没好，然后女朋友被我丢在哪一边，真是的，好烦哦。也有涌出来，早知道就，好奇，我是在想我到底要该怎么对付那一条巨龙，太大了，它太强了。听说龙蛋可以合成，可以让我看一下吗？我来看一下龙蛋怎么合成好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应该在前面那一页，我可以点只有右边知道合成方法，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就会显示，如果没有的话就应该就没有办法。哦，找到了，怎么做啊？黑曜石压缩星，哦，这好像我之前有找过，压缩星是下界之星的那个合成物，要打四次那个凋零怪，真的吗？凋零怪，然后还需要什么、一个钻石砖跟黑曜石，然后有了它，有了龙蛋，我们就可以做极限最终之剑了，很耗，非常耗那个钻石的东西。这是另外一个取得方法啦。这个方法下界之心哦，这样我就要打凋零骷髅哎。那去凋零骷髅的话，我可能就要去地狱。对，那我可能就要去地狱，好吧。
OK， 那我们下次就去地狱看看好了，反正龙打不过嘛，反正我们就对嘛。然后树长在我家嘛，各种抱怨，好大的树啊，走走开啊，至少给我一点空间好不好？我为什么啊？我把自己加回来。这个电锯其实要小心使用，因为它会那个，就是对你们懂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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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顿整顿一下，这为什么会破掉的声音？好好好，嗯，拿一个鹅卵石是不是？这边然后少一块这个吧。哦哦哦哦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是这个是这个，我放错了。欸嗯、OK， 好，那这边就好。欸不对，好算了，管他了，反正没人会在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，要告一段落。那我们下一集呢，就来去地狱好了，反正龙打不过，我们就用合成的方法好了。可是要打四次、欸，应该不会太难吧？应该是不会，依照我们这样的装来讲，还蛮猛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没问题啦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女朋友会不会找回来呢？再说再研究，拜拜。